对称的图像，常见于宗教、艺术、建筑、文明之中。佛家梵轮、古埃及金字塔、密宗信仰中的曼陀罗、易经六十四卦、古罗马萨托魔方阵辟邪石板，对称的出现往往就是危险的征兆。2010年7月9日下午2:21，和寺发生历史性事故，全黑28小时事件。同一时间，6.5公里外福隆海水浴场举办的共寮海洋音乐季，据传发生数起离奇失踪案件。女学生林美善2010年7月9日于共寮海洋音乐季失踪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报案。我刚刚在共寮沿海街，就是靠近和寺场那边，好像看到学员旗帜上的